有宝子让我测评小马宝莉的液态玻璃泥，买回来啦。云宝的居然有两盒重复了，这个是苹果加尔，这个是谁？好像是珍奇。瞅瞅里面的泥咋样？好家伙，我咋感觉这是别人玩过的？盒子有这么深，但是泥只有这么一点。 戳起来的手感完全是工厂水晶泥，跟液态玻璃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。看着挺有弹性，实际上一揪就会断。拉伸没几下就变得超级硬，妥妥的工厂泥本泥。再看看苹果加尔这个，看吧，我就说这盒泥都快装满了。手感跟刚才的一样，橘子软糖的味道。这个泥特别神奇的是，刚开始玩几下挺正常的，但是拉伸还没到5下就变得越来越硬，都快拉不动了。 居然还有点金属化，一点点的泥泡声。这两盒都是绿色，居然还是晕染的。好家伙，一种泥居然有3个颜色，这个手感比刚刚2盒都软一些，但是不能拉伸，没几下就变硬。哎，不对，这里明明写着液态玻璃泥，怎么变成普通的工厂水晶泥啦？行吧，就算帮你们避雷了。不出意外，混合后应该是绿色，毕竟一律毁所有。好啦，还想看我测评啥好玩的，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